本分局员警于22日3时39分获报古山区每名路有酒醉路倒案，警组到场处理，发现林兰酒醉倒卧路旁，同时救护人员也到场。在员警了解过程中，林兰突然起身，无预警徒手殴打执勤员警左脸颊，造成员警颜面挫伤、肢体擦挫伤，警组立即将林兰押至逮捕，并通报支援，全案依妨碍公务及伤害罪嫌侦办，移送